好，预备哦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那你就说说你自己啦，不只是北一女班联会，而是这些以外的东西里面的东西。为什么不想顺便听个音乐？这是你唯一觉得奇怪的地方。没有啦，我也常常为了看起来不要没事做戴耳机啊，可是我都还是会听音乐。你也会在意看起来怎样？那不是重点啦。因为我觉得不要听音乐会纯粹听，如果顺便听音乐，我觉得很对不起。对不起谁？那些辛苦把音乐做出来的人。所以我听音乐。好，卡。